不是你说的从新生那里拼命的把这个赞助权抢过来的吗？啊？哪家公司来参加比赛，你心里没数啊？那我那不是为了给海虎争面子吗？你总有话说，自己还不来，把我一个人扔这儿。行了，不说了，马上开始了。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以及我们现场所有亲爱的媒体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魅力先锋内衣大赛的活动现场。我是本届大赛的主持人，非常荣幸跟大家相聚在这里。那么稍后我们共同大饱眼福，来欣赏到几位佳丽带给我们的内衣展示。设计师上台的时候，全场都沸腾了，冠军一定是我们的。哎，对，小慧慧，我们是哪一组的？他是我们的对手。什么一组不一组的？你看看你这格局，我们今天都是米军的人。安静点，你们。哎，不是。我们都是给
好的，经过评委老师紧张的打分之后，那么在这儿我要为现场的朋友来公布本次魅力先锋内衣大赛的评比结果。首先获得本届内衣大赛季军的设计师是李婷婷，恭喜。这还是季军啊，那人是不是没戏了呀？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揭晓的是本次魅力先锋内衣大赛的亚军设计师，得主是徐萌萌，恭喜。萌萌，快去呀，萌萌，加油，萌萌！萌萌好棒！萌萌我爱你！谢谢。非常期待本次魅力先锋内衣大赛的冠军设计师到底是谁呢？我有准备这么大的蛋糕。哎呀，小静静，你别客气了，早上的工资里了，你的。怎么这么小气啊？我们大家就集体凑个份子，给阿金庆祝一下，怎么了？哎，没事没事，我请客是应该的。你看看。好了好了，你们都别啰嗦了，我们干个杯吧。干杯！干杯！哎呦，干杯！吓死我了！海哥，哎呀，阿嫂，什么事儿啊？宝姐，不得了了，海哥出事儿了，他从楼上摔下来了。什么？他现在在哪儿？在救护车上，正赶往第一医院呢。我马上过去。哎呦！萌萌，我想跟你说个事儿。什么事儿啊？等等，让我猜猜，你是不是偷吃我重量的零食了？没有。那是不是偷我的口红了？不
么事？那有什么事啊？其实呢，我，我想上个厕所。吊人胃口。喂，宝姐。阿静，海哥出事了。啊？你赶紧到第一医院去。宝姐，宝姐，怎么回事？海哥抢救呢。怎么回事？我打扫卫生到客厅，看见院子里有个黑影躺在地上，出去一看，原来是海哥。他平时啊，就喜欢把腿搁在那围栏上伸展筋骨，这下可出事了。我哥知道了吗？我还没告诉他。出来了。那医生，情况怎么样？暂时没有生命危险，但需要转进 ICU， 能不能清醒还要看情况。谢谢啊。我到了你指定的地方了，我倒是没看着你啊。啊？哪儿？东边、西边、南边、北边啊？你说清楚点行吗？你怎么搞这么麻烦呢？直接给我不就行了吗？老姐，我哥他什么时候来？这件事情没那么简单。上次是你，这次是大海，下次还不知道是谁。这背后肯定有问题。阿静，有件事情我必须告诉你。什么事？天理。哎，你在干什么啊？我在洗澡呢，你先睡吧。你爸出事以前，有一天他神神秘秘的把一份文件放在床头柜里，而且从那以后老是心事重重的样子。我想他肯定是有事瞒我，我就趁他不注意的时候找到了这份文件。阿邦其实和你没有任何血缘关系。怎么会这样？这件事情，你爸一直瞒着我，我还没有来得及跟他揭穿，他就已经出事了。这份鉴定报告也不翼而飞，幸好我用手机拍下来了。虽然
你爸一直瞒着这件事儿，但是我知道他心里有多失望。他一直觉得阿邦最像他，是先生最佳的接班人。你爸年轻的时候啊，也是个风流多情种，喜欢他的女人也多。在你小的时候，就有人来传话，说他以前好过的一个女人快死了，想见他最后一面，他瞒着我去了。后来他就把阿邦带回来了。那个时候阿邦大概7岁，你4岁。我跟他闹，我让他把孩子送走，他不同意，还跟我生气。后来我只能勉强扮演一个合格的后妈。阿邦这个孩子很会讨人欢心，很会察言观色，可是他越这样，我越是对他爱不起来。阿静，你现在知道我为什么对阿邦那么冷淡了吧？宝姐，哥哥可能是不是爸爸的亲生骨肉，但毕竟我们两个是一起长大的，还是有感情的。是啊，养个小猫小狗养十几年也都会产生感情，可是阿邦绝对不是小猫小狗那么简单。坐拥新生集团的总裁位置，现在又得了大赛的第一名，萌萌现在没有理由拒绝你，更何况你还经常英雄救美。现在还不是告诉他一切的时候。为什么？我不能再让他受到伤害，而且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嗯。服务员，两打啤酒。两打？师傅，你说的对，拿了大奖就要开开心心的，喝酒。Cheers。坐吧。我听华嫂说，海哥是从阳台上摔下来的。您别太难过了，我刚问了医生，海哥不会有事的。我难过什么？海哥是公司的元老，我也很难过。你是不是想说我和他之间的关系不一般？宝姐，我没有这个意思。你回去吧，这不需要你，公司还需要你盯着。那我先走了。行了行了，别喝了。
再喝一个。别喝了，别喝了。萌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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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知道萌萌，萌萌，萌萌，萌萌。阿静现在喝多了，你到中山路酒吧接他吧。有个人打了个匿名电话给我，那个人说他手里头有天理阁车祸现场的监控视频，可以卖给我。你要赶紧弄到手。嗯，我倒要看看车祸现场到底发生什么。嗯，这个阿宝，我是越来越没法信任他。去哪里啊？去象山路。好的。哎呀，阿静，招呼都不打就跑出来，出什么事儿了？哎，美女，象山路到了，到哪个地方？是阿静这么久了，他家住的具体位置我都不知道。你不说我没法去啊。去康定路八号吧。好的。只能先带你回我家了。什么事情啊？萌萌。嗯。萌萌。在呢。我要告诉你个秘密。得了吧你，快好好睡一觉吧。你能有什么秘密啊？其实我就是总裁。我就是总裁。
我是总裁。真是个傻瓜。你怎么可能会是他呢？我就是总裁。好好睡一觉吧。谢谢你那天晚上收留我。客气什么呀？我那天喝多了，没说什么胡话吧？没有啊，你到我家就睡得跟死猪似的，话都说不出来了。那就好。我怎么又什么都没说呀？雪儿啊，咱们不是说的好好的吗？你帮我赶走那邝美，你这……我们是说好了，可是这场比赛我输了，我就要遵守约定，离开米瑞公司。你走了我怎么办呢？你该怎么办怎么办啊？这说不定啊，你们以后交流得很融洽，这都不好说呢。你可拉倒吧。哎，你就别吓唬我了，你说哪天咱们米瑞让他给吞了，我哭都没地儿哭去。西门总，哎，你说谁要把米瑞给吞了？啊，我说那谁，他说你把米瑞公司给吞了。没。你这就要走了？你说这话什么意思？难道你还要给我开个欢送大会，当着集体羞辱我一下，你才满意是吗？我早就说过，这场赌约呀，太好笑了。我不觉得好笑，我觉得挺好的。这次也是我重新认识自己的机会。不过你放心，我还会再回来挑战的。好。哎。雪儿，哎，你，你大是西门总？哎，你说我要把米瑞给吞了？啊，没，米雪跟你开玩笑呢。我确实有这个想法。啊？米瑞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平台，基础又好，任何一个有野心的人都不会放过他。你什么意思啊？不过呢，我现在没有这个想法。西门总，今天我来就是向您辞职的，我要走了。走？嗯。你也要走？你去哪儿啊？美国，以前的合作伙伴在召唤我了，所以西门总有机会再合作。再见。梅姐，你也要走啊？这段时间呢，跟大家相处得很愉快，所以呢，我一定会想你们的，特别是你哦，阿静。师傅，走了，拜拜。哎，什么情况？都走了？问我呢？啊，你问我，我问谁去？所以说，我坚持到最后还是正确的。你坚持什么了？邝美走了，我现在最大的竞争对手就没有了。你的野心好大呀，竞争对手竟然是邝美。所以现在的局势就是，萌萌对阿静完全没有感觉，剩下来那几个人呢，颜值又无法与我相提并论，所以公司里面只剩下我一个了，阿静一定是属于我的了。
妈，哎呀，还没休息啊？哎呀，你今天怎么舍得回家了？妈，别担心我，我不会像大海那个傻子，自己从阳台上掉下去。哎，妈，我就是回来看看你。你有必要亲自回来吗？让你的替身回来替你点个卯不就行了？你能让替身替你去集团开会，怎么就不能让他回家替你尽孝了？妈，我知道错了。你相信大海是自己掉下去的吗？我不知道。他是被人扔下去的。扔下去的？谁干的？还能有谁？你哥哥。不可能，我哥他怎么会干这种事情呢？他和大海有过节不是一天两天了，想置大海于死地的人只有他。妈，你不能因为哥哥他不是你亲生的你就这样揣测他呀。你不懂，这是女人的直觉。妈，那海叔他也有他自己的问题，您说哪件损害公司利益的事情跟他没有关系？妈，您不能根据个人的喜好来判断公司的事情。什么叫个人喜好？你什么意思啊？你是想说我跟大海之间说不清楚是吗？是，大海他喜欢我那是他的事儿，我自己心里清楚我该怎么做。阿锦，你给我听好了，新生现在最大的敌人不是海虎，是陈家帮。为什么大海在这个节骨眼上出事儿？这事跟你爸的死有关。我爸的死？大海出事之前跟我说过，跟我说他要去取一样东西，和你爸的车祸有关系。我爸的车祸？你别忘了，出车祸的时候车上只有你爸和陈家鹏。你爸死了，而陈家鹏还活着。难道你的眼里面就只有酒吗？静也是用这种眼神吗？放开我！混蛋！当初是你让我接近他的，你现在知道吃醋了，你早干嘛去了？不可能，我哥他怎么会做这种事情呢？谁都不愿意相信，但是我的直觉告诉我，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您的直觉，您的直觉就是因为哥哥跟这个家里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你信也好，不信也好，这件事情迟早会查得水落石出。我都想好了，必须先拿掉阿邦的一部分权利，至少在大海的事情调查清楚以前。明天的大会上，我会亲自宣布针对阿邦的人事任免任务。
你必须表态。你变态啊？谁变态？你挡我前面干嘛？我这搁前面走着，你老跟着我干什么玩意儿呢？你长得好看呢，我跟着你呀。你瞅你长得死出滴了个秃脑瓜蛋呢。哎，你刚才说我变态？你就是变态。就你这形象，你值得我去变态吗？那你就离我远点行不行？你记住，你挡我前面也没有用，咱们什么事都得事上见。你这算啥呀？对呀，走。大海出了意外，集团内部有些职能要做些调整。大海以前负责的片区业务交给阿邦代理。宝姐，邦总呢现在负责咱们集团全局事务，已经很辛苦了。其实大海那些业务我也可以接替他。很好，其实能哥想的这些呢我也考虑到了。阿邦不光要负责自己的业务，还要负责集团内部的很多杂事，确实忙不过来。所以集团执行总裁的位置暂时还由阿邦代理，不过具体的事务由我负责。阿邦，你怎么看？我没意见。包姐啊，咱们这个集团呢每天的事务非常多，我怕你身体吃不消。怎么，你是觉得我比你还老吗？不不，我绝对不是那个意思啊，我发自肺腑的说一声，我觉得您的身体非常重要，只有您的身体健康才是我们新生集团的希望。行，那你们说还有谁适合坐这个位置？这我来。从今天开始，潇潇就正式进入咱们集团工作了啊。好，潇潇在国外读了很多年书，对咱们国内的很多规矩还不熟悉，还请在座的各位对他严格要求，细心指导啊。这谢总一说话一直这么客气，别看潇哥年龄小，实际上天资过人，我觉得咱们在座的都应该向潇哥学习，对不对？是，向潇哥学习。我虽然坐在集团总裁这个位置上，但是集团的事情都是邦哥还有宝姐替我打理，我感到非常惭愧。所以呢，我决定从执行总裁做起，更深的了解集团的事情还有问题，这样宝姐和邦哥也不至于那么劳累，你们说呢？敬总，您能亲自处理集团大小事务，这当然是最好不过。不过您外面的工作。您放心，内衣设计师的工作我自己会协调好，如果公司有紧急的事情就由宝姐代劳，这样宝姐也不会那么累，你们说呢？邦哥，你觉得呢？啊，没问题，就是你不要搞得太辛苦了。不会的，我还年轻嘛，多吃点苦不算什么的。我只盼望你能够了解我，陪我谈心，陪我唱歌。
你就像天使，不让爱逃脱。我只希望我不要再退缩，为你写了这首情歌。你就是天使，守护你和我。你就是我的星光，在夜空闪烁，只要一点点温柔就让我快乐。想你在每一刻，就在这一刻，解开我心中的锁。我愿变成一颗星，陪着你闪烁，呵护我们的温柔，再也不寂寞。想你在每一刻，就在这一刻，点亮了爱情的火，温暖你我，把爱散播。我只希望不要再退缩，为你写了这首情歌。你就是天使，守护你和我。你就是我的星光，在夜空闪烁，只要一点点温柔就让我快乐。想你在每一刻，就在这一刻，解开我心中的锁。我愿变成一颗星，陪着你闪烁，呵护我们的温柔，再也不寂寞。想你在每一刻，就在这一刻，点亮了爱情的火。我愿变成一颗星，陪着你